书院雇的仆役，为人热忱。书院为学生考虑的多呀，各位若是有什么需求，也可以找他们帮手。考虑的很周到嘛。瞧瞧我心里。瞧着倒是慈眉善目啊。这糊涂架势，小鱼也是学生啊。是，四舅一直都是学生来做。啊，那与孽子倒是同辈啊。确实难。啊，那是，都是同学。那，咱们怎么称呼？书院哪有？啊，为师伯。哎，我呢？伯母。你太客气了。其实叫我师伯就可以了。啊，我不姓韦。可为兄他，小鱼，问你个事儿。师伯，请讲。在咱们这个书院之内，除了正常的规定之外。 可有什么特别的禁忌？那就是有了。有些传闻，但是读书人按理不讲这些。哎呀，我又不是读书人，你可以讲给我听啊。其实也没什么，书院有传闻，说是夜深之后，不要离开斋舍，若入夜后有人敲门，更别随便开门。 哦，那我要是出了斋社会怎么样啊？若入夜外出，怕有破财之亡，甚至遭遇不测。怎会有这样的传闻啊？好吓人呀！这个我也不太清楚。不过毕竟书院依山而建，学子文弱，难免招来禽兽觊觎。天黑了，还是待在屋里好。那是自然。 这是书院安排的斋舍都打扫过了。安全。这是书童。 哎，都这样，都这样吗？哎，那明日我来代为兄去讲堂，若无其他事，就先告辞了。哎，明日去讲堂做什么？上课呀，还要上课。你不是来书院就学的吗？他会去的，麻烦你了。不碍事，明天见。 真要去啊？废话，不是装学生吗？你不听个怎么装？我不去，我受不了。要不我当书童？哎，行了行了，我觉得你也别太生气了。我不是生气，那伪装得做好呀。就装病总行吗？对啊，我可以生病。你就惯着他。 他真不是读书这块料，我真不是。少说两句啊，惹他生气。干嘛？真像一家三口啊。 没人了。来，王大哥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在后院瞧见一只鸡，和死鬼大叔的那只特别像，不过后来他就不见了。我看见死鬼星了，在哪儿啊？就这儿。真的在书院？人呢？不见了，我就等在此处，看看他是否还会再出现。 他没有吗？没有，再也没出现了。
那他说什么了？他劝我们离开书院。为什么？不知道。这件事透着古怪。要不先和赵姐姐他们会合，大家一起商量。也好。害怕？这院子怪怪的，太阳一落山，斋舍间就没了学子，大娘也叫晚上别出门。有我在。嗯，走吧。害怕了？天太黑了，我胆子太小了。悲愁哀忧，世人皆有，没事的。王大哥，你也会怕吗？会啊。那你怕什么？能说吗？往远了说，怕世间多苦，民生多艰。往近了说呢？怕生离死别，尤其是你。这个你不用怕，我不会离开的。够凉了、啊。衙内，衙内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别管我，我要生病。啊？为什么？不然明天我要去讲堂读书，那还不如让我死呢。你们先进去吧，我再试试。啊？衙内，你不爱读书，或许不是书的错。所谓君子不替，则高楼倾覆，你当自内而视。自内而视。来来来来来，慢点抬，慢点抬啊！疼不疼？嗯。回来了，好点吗？嗯，赵姐姐怎么了？被衙内气的。是为生病的事儿吧？让他上个课，跟要了他命似的。确实也没必要真的泼凉水，装病就好了。别乱说话。他说怕被别人看穿。衙内有的时候真的挺执拗的。是啊，说什么都不听。哎，薛颖，你不是和衙内说得着吗？要不你去劝劝他。我不劝。为什么？本来是要劝他，结果一问，书童也要跟着上课。这事儿我支持衙内。你听听，你看看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说句话。我在御书阁见到司维星了。自内湿就自内湿，不就是少穿点吗？谁啊？不是说晚上不要出门吗？
死鬼大叔就这么没头没脑的说了几句，然后人就不见了，之后也没再出现，估计是见着北河星了。我也这么想。北河星如果真的想见我们，直接出现就好了呀。北河星之谜，百家子儿买的。这都是些什么呀？这些数字，他知道这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完了，王宽都不知道，解不出来了。但总觉得这些数字似曾相识。想不起来。这么复杂的数字，你如果见过的话，应该记忆深刻才对啊。说明我见到这些数字时，觉得再正常不过，才会一扫而过，未曾牢记。关键是谁会觉得这些数字很正常？是啊，为什么呢？站长，干嘛？外面有人找你们。找谁？找家长。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？这么晚了过来打扫？我等在书院内做些杂事，听说您一家三口才来书院，特地前来拜见。夜深之后不要离开斋舍，若入夜后有人敲门，更别随便开门。既然是特地前来，总得有事儿吧？敢问三位可是本地人？不是，我们是慕名而来。那就好办了。嗯？啊？那三位可曾听说京湖南路常有灾祸？那是妖祸横行啊！哎呀，这么吓人呀！这来书院的都是才子，那也是大宋的未来。咱们这些做下人的，就天天在想着该护着这些学子，才无愧生于大宋。了不起！这位老爷，这世上虽有灾祸，却也有应对之法。哦，咱们这边可有份奇遇，不知老爷夫人可愿同去一观？哎呀，这会儿啊，入夜外出会有破财之亡，甚至遭遇不测。老爷夫人，咱们想什么时候去都行，也不用非得今日啊。那就这会儿吧。啊啊！方才听你讲了这么多，实在是有点好奇。现在方便吗？方便，当然方便。只是，啊，少爷明日还有功课，不好打搅二位休息。哎呀，他没事儿，让他留在这看书，我们一起去就行，好吗？那是最好。他们俩就这样跟这帮人走了，这帮人不对劲。真的不用跟着赵姐姐他们吗？还担心他们啊？要说不对劲，他俩不会输给任何人的。嗯，也是。这谜题我拿着，看看有没有破解之法。哎呀，二位何必如此盛装啊？买都买了，就是总要找机会穿呀。二位相信神魔吗？相信神魔吗？问题不大。那我们信。那就对了。这个书院呢，什么都好，就是这些学子对此等之事没有什么敬畏之心。学生都不信啊。谁说不是呢？所以找我们这些当爹当娘的呗。哦，找得真准，我们特别信。
特别信。那可太好了，二位请随我来。哎，走。现在请允许我为二位隆重地介绍这书院中真正的神明。二位请看。预备，三拜，感情医馆那些头都在这儿等着呢。这个，我们可是寻遍天下才找到了这些有灵性的石俑之神。不瞒二位啊，消灾避祸，庇佑众生哦，正所谓有求必应啊。厉害呀。口说无凭，二位请看。此人呢也是来书院做工打杂的，可是他从小这双腿就无法行走啊。该治呀。可天生顽疾怎么治啊？再说了，他从小家境贫寒，他也治不起呀。哎，可怜呀。太惨了。哎，幸好幸好啊，他如今找到了信仰，准备献祭了。二位且看献祭之后有何奇迹。等会儿，那既然他无法行走，书院雇他作甚？书院悲天悯人呀。对对对对对，书院山长啊，心地良善。他住这附近吗？不是不是，住的挺远的。他住这么远，书院怎么找到他，还把他雇来了？这个，书院举世闻名，这个他是心中仰慕，自己来的。既是来做工打杂，也想借此机会读书识字。对，自己来的，厉害呀。可不是嘛。怎么来的？这个坐马车吗？怎么可能？人家都说了家境贫寒，怎么可能坐马车？这个不重要啊。哎，我知道了。啊，什么？他自己爬过来的呀。有毅力啊。真的呀。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再看我们家那位，你再看看人家的态度。哎呦，造孽呀。哎呀，着急呀。哎，那个二位，那个什么，献祭，献祭能够迎来转机，唤醒奇迹。所谓献祭一事，该用至亲之人。幸好现在有圣物可以代替，这便是圣物，以3000贯换取。不贵，不贵。没错没错，这般恩典，千金难换。二位请看。这便是神明之火啊！献祭应验了，厉害呀！有反应了，有反应了！怎么样？好像有反应了，有感觉。
就是献祭之力，腰子，好，那里，选子，火，双飞燕，战，好，我们能不能献祭呀？可以啊。只要以银钱换取圣物，献祭之后可以换取子女金榜题名，学业有成。听着好像没什么意思。啊？可否换一个百病不侵、长生不死啊？可以的。哎，这般愿望需要三个圣物。哦，这个我算一下啊，9000贯即可。哦。若无现钱，金银玉器都可以献。为什么要用钱呀？这是规矩啊。您方才不是说圣物最好是献祭至亲之人吗？哎，可以是可以，但是没必要吧。我献祭我儿子怎么样？好主意啊。二位何至于此啊？这……哎呀，没事的，你不用舍不得，他不是我亲生的。不是亲生的，我干嘛舍不得呀？我这个毕竟是条人命嘛，可以圣物代替活人，真没必要烧令郎啊。哎呀，这圣物能行吗？可以的。嗯嗯，圣物和我儿子一起烧啊，效果会不会翻倍？糊涂，你看看那火炉太小了，咱们家围恩装不下。可以把它先剁开呀！哎，完全没必要啊！据我所知，二位在书院给令郎定了一个最贵的斋舍啊，可见家财颇丰。照这样看，换取圣物才是上佳之策啊。那就这样吧。就这样吧。啊，嗯，我多问一句啊。请说。献祭这事儿是书院所为吗？嗯，非也非也，此等大事乃是一位大贤人所创，此人名讳不详，不过有一外号，名曰北河星君。那我们是否能亲眼去见见这位北河星君啊？那就看缘分喽。只要二位购换圣物，诚心献祭，哦，总会有机会的。啊，心想事成啊，想着北河星，消息就来了。你觉得是北河星设下的骗局吗？倒是和灾异神魔有关，但是没见到北河星之前，一切都不好下定了。毫无踪迹可寻，身手极高。怎么了？你爹的信。合着现在都一个一个自己往外跳吗？
这里就是书院给后厨帮工临时安排的住处。好了，王大哥，你也赶紧回去吧。你快回去吧，咱们明天见。嗯，早点休息。嗯。王大哥，这住处只你一人。大娘不住在书院。既然害怕，怎么不跟我说？我也是七斋的一员，得自己扛住。躺下吧。啊，我等你睡着再走。哦，能睡着吗？要不你坐会儿吧。我在这儿能赶走噩梦。安心睡。那人腿上恢复了，装神弄鬼骗人钱财，但都冒绿火了，耍把戏的手段，从老坟尸骨中便可以寻出，烧给热度便有绿火，吓唬人用的，根本烫不伤人。要从尸骨中找？嗯，不好找，不过倒是有其他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哎呀，算了，说了你们也不想知道。哎，说说看啊。
火蒸人尿，也能寻到这东西。火蒸人尿，这方法谁第一个发现的呀？估计是郎中吧。为什么？好歹算药啊。尿能入药啊？医药书里有记载，能治不少病呢。脚肠沙痛、劳渴烦躁，都有用。这你都知道啊？小时候什么玩意儿都得学，什么玩意儿都得知道，要不然真活不到现在。哎，那你什么时候也带我玩玩绿的活啊？那你得从现在就开始收集各种各样的人尿啊。说点正事儿吧，你的那个信怎么回事？我看看。约你明日在月庐山相见，未必是真的。见一见就知道了。好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不用，我跟赵简去。就你们俩？不用动手，毕竟还是想借他的身份找机会靠近元昊，所以不用多出钱。今天晚上的事情务必要告诉王宽和小景。嗯，还有啊，明天好好的继续假扮学子啊。哦，什么时辰了还在聊天？明天上不上课了？哎呀，不能聊了，不能聊了，夜长梦多啊。小雪，我们现在去告诉王宽和小姐。走啊。嗯。明天他俩不在，正好装病。想好怎么装了吗？装什么病呢？我最怕这东西了，保护好我啊，小雪。怎么这么黑啊？快走。干你自己活去。哦。小雪做菜，嗯，有喜欢的人了，想做给他吃。是啊，等一会儿我切肉的时候，你打下手。谢谢大娘。哎，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啊，有了喜欢的人，才学着做菜，想做给他吃。那你们成家了吗？成了，有个女儿，比你大点儿。那可真好。您住这附近？对，就山里那村子。难怪每天回家，还挺辛苦吧？得操持着家里。家里没啥活儿，挺清闲的。是大伯在打理家里啊？也不是，家里人都死光了，剩下个婆婆也没啥活干。怎么会？遭灾呗，旱灾、疫病。来书院的时候路过一个村子，瞧见有人在拜龙神。就是我们村啊。我看那龙头都掉了，被人给斩断了。原来拜神的时候求雨去灾还都挺顺利，可是这龙头一斩，灾情控制不住，一村的人都没了。谁干这种事儿啊？书院学生。书院学生砍龙头做什么？听说过北河星那个魔头吗？他呀蛊惑学生专门毁神，引发这场灾情。这北河星为什么这么做啊？他就是个魔头嘛，天生就坏。哎，你得留个心眼儿啊，咱们书院里太多的学生啊都受了他的蛊惑，表面上你可看不出来，平时你自己得多注意点。哦，
韦公子该去上课了。啊！去哪儿？书童，是我。少爷病了，杀鸡熬汤。哦。为兄，这是怎么了？哦，四舅啊，这怎么病成这样了呀？哦，是要去听歌吗？切莫逞强，身体要紧。昨夜挑灯夜读，被蝙蝠吓到了，现在还在头疼。哦，魂飞魄散，痛不欲生啊。那令尊令堂呢？哦，出门逛逛。逛逛？这你都病成这样了。哎，毕竟不是亲生爹娘嘛。哦，真是万幸啊。啊，你说什么啊？我是说为恩兄命运多舛，亲生父母已不在人世，要是再被蝙蝠咬了，哎，还好只是被吓到，并无大碍。哎呦，我难受啊，啊，头痛欲裂。四舅，今日怕是读不得书了。书院内倒是有郎中，要不我请来魏公子搭个脉。不用。吃过药了。这药可不能乱吃啊。我家书童肾同医术。啊？啊？啊？嗯。这般书童哪儿找的呀？嗨。自家从小教大的，韦恩兄真是家学渊源啊！哎呦，可惜啊！啊，我起不来。为什么要起来呢？我想去讲堂，我想听课。这世上竟有如此好学之人！不读书，勿宁死。可惜啊，确实起不来。来，咱俩一人一边，将为兄抬去讲堂。怕是不妥吧？毕竟还有病在身。嗯，你没听你家少爷说吗？不读书，勿宁死。这般求学若渴，岂能辜负？来，咱们抬去。哎，那个，怎么？我是想去的，只是我有点重。不怕。我确实很想去，但是我真的很重。咱们两个抬，我身子虚，扶不动。我想读书的，如今怕是不行了。可以的，我背你。来啊！风景还挺好。紧张了？有点吧。我懂，毕竟是父子。他可从来没把我当过儿子。那是他亏欠你。
这就是袁家家主，当年的蚩尤骑，袁天官。哎，不该在山上见，年纪大了，爬山太累。听说你投效西夏了？怎么？见了父亲，不该先问安吗？哼，就因为你投效西夏，差点害得我脑袋被砍了。你不仅没死，还来了潭州。找你来了。哦，走投无路了，就得自己找条生路。想投靠我？保条性命。带着他一块儿？没法子，定亲了，得跟着。定亲了。好眼光，还行吧。这倒没必要谦虚。不管怎么说，父子重逢总是好事。我也不为难你，你把他杀了，我就相信你。怎么，不玩假死装死那一套，糊弄我一下？换个条件。西夏人。